你最近在哪高就呢？我一直在那儿啊，没有变啊。那下次我们联系一下。没问题啊。我约你吃饭。好啊，好好好。嗯，您就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 不好意思啊，一个老朋友，以前啊跟你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刚才看到我坐你的车过来，我觉得是借你车的光，竟然问我跳槽跳到哪里去了。其实我的跑车也是借的，所以我也是借光了。其实大多数人，他们都没有独立分析的能力，总是觉得要加一些外在的附加的这种符号才能做出他们所谓的判断。可不吗？哎。 你刚才在车上问我想请教我一些问题，什么问题啊？有个网友，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讲。网友，他叫起点，我们是在一个科幻网站上认识的。他很幽默，我关注他一年多了。之前我们论坛在讨论一个有关虫洞的问题，我与人争论，他屡屡发言。 支持我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站内的短信往来。那你们两个有互相暴露自己的性别吗？其实会内容论坛的大部分都是男性，因为这段时间我回国工作实在是太忙了，很久没有上网，所以起点问我怎么消失了。后来我告诉他，我回到中国，目前在上海上班。 他说他也在上海，希望能够找时间请我吃饭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刚才为什么看着手机笑得那么甜？我坐下来那会儿，是因为我很喜欢起点的风格啊，只是喜欢风格的话，不至于那么笑吧？说实话，是不是在暗恋呢？ 怎么可能？我连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那么花痴？不，我不是花痴。这太滑稽了，这绝对不可能发生。我跟你开玩笑，干嘛那么紧张啊？哎，既然大家都在上海，为什么不找个时间见个面吃个饭呢？他是有给我他的电话，还有他的微信号。嗯。可是我觉得，就这样见一个男网友，会不会真的很花痴啊？ 哎，你们两个在一起认识已经差不多一年多了，对吧？对，你都说了，两个人在站内短信都那么长时间了，这跟往下的朋友有什么区别吗？没有，所以没什么花痴可言。不过我要提醒你的就是，这么长时间才想到约你见面，我估计是条件不佳，所以见面后的结果难以预料。我倒没有想过什么条件不条件的。 我只是觉得他的文字很有趣，所以心中很雀跃的，希望能够跟他见面。算了，我还是回个站短，说我这段时间很忙，没有时间吧。安迪，你别告诉我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谈过恋爱啊！哎，你这么好的条件，没有人追你吗？ 我其实不敢谈恋爱，因为我觉得我……好了好了，不用说了，不想说就不说，等你想说的时候，我随叫随到。You are so kind. So are you. 谢谢。应该回来了吧？这点了，肯定回来了。 拜拜，拜拜 ，Good night。 找我啊 ，Andy， 我都等了你一晚上了，我没有你的手机号码，只能在门口等着。樊姐也在啊，她正好，你过来，你给我做个见证。Andy 啊，我上次说你是谭总的小三儿，纯属胡猜，你千万别介意啊。我听有朋友说了。 你是谭总请回来的高手，别说车子房子了，一般工资是请不到你的，所以。
我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好，就这样了。不然呢？我还应该怎么样？既然是这样，有一个忙你可一定要帮我。我听说你是 CFO， 我现在有最基础财务上和税务上的问题要向你请教。求求你了，你可千万别拒绝我呀。是这样的，我这个 CFO 呢和一般的财务经理还不一样，我现在刚好正在学国内的会计法、税法，所以可能越简单的东西我越不清楚。啊？那怎么办呀？樊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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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说你在外企的人事部做上是吧？对啊。那这方面的问题你应该懂一点哦。我。哎呀，我都快还上房子了，你们可一定要帮帮我呀！要不咱们俩过去看看吧，能帮多少帮多少。哎，既然是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别在这儿处置了，有什么事再往那头说。哎，这边请。我自己走就行。走吧。我自己走。走吧，走吧。樊姐，你也来啊。哎，樊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莹莹她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打她手机她也不接。她谈恋爱呢，可能。有各种可能，可他和白主管在一起还不到一个礼拜呢，那又怎么样？他是成年人，这样你给他发个短信，就说我们关心他，有什么需要帮忙打电话。嗯，走吧，走吧，小乖你一起来吧啊！啊，好，我马上就过去，放个东西。樊姐，你坐呀。哦，你们就当这是自个儿家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千万别客气。你想喝什么呀？不用了，赶紧跟我说说你的 problem。可是问题是我还不知道我有什么 problem， 我还没有吃透这些资料呢。就是这一摞，是项目进行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文字资料。空调代理。这资料很清楚啊。你把你看过的内容大概跟我说一下，你封某的场合不用在乎字眼。你们看英文比我快好多呀，这刘哥学的就是不一样。你不用跟我比，我看东西本来就比一般人快。你呢？你看了多少？我出国的时候净顾着玩了，而且还是去。跟国内出去的人玩，我说英文水平调戏调戏只有难还行，看资料呢就……你是说你基本没看？那你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放弃，资料哪来哪去；还有一个赶紧上网把资料 translate。基本功还得你自己做呀，总有一天你要独自面对那些外伤，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跟着你的，还有得住的。还得是自己呀、啊，对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或者我可以给你列个提纲，把重点标出来，你会更容易明白。明天早上八点以后可以敲我的房门，我周末会 sleeping， 我先走了。哎，加油！那我也先走了，加油！Market capacity. Market capacity. 市场容量。市场容量的质。市场。
了。